大家好，我是 Elva 夏萱。今天我带来的全新专辑《我爱我》里面的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就是《城墙》。我相信《城墙》一定是大家在网络上面，我看到很多人很讨论这个 MV， 要非常谢谢郑有杰导演、杨佑宁，一个非常棒的演员，然后自己这次跟他们合作，在里面 MV 里面彻彻底底的把女生最逞强的一面表现出来。其实这首歌，在 MV 里面的情节跟这首歌非常适合，因为它就是讲一对情侣非常相爱，在念书的时候，男生也给了这个女生一个 promise ring， 就是跟他求婚，类似想求婚，我这辈子要跟你在一起。那女生也答应了，很开心，两个人两小无猜，永远只想抱在一起，黏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很亲密的动作，要表现出最爱的时候，就是最黏的时候嘛。那之后我收到了一张入学通知，原来我纽约的大学过了，我要去念服装设计。所以因为时空的关系，其实发生在很多我们周边周遭的人，时空不允许，时间点不允许，所以就算是对的人，在那时候也会走向不同的方向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了，之后再回来之后，再看到他是在我的婚纱店里面，他带着他的现任的未婚妻来挑婚纱，所以开始制作的过程就是城墙的开始。每制作一幕，每缝每一针，就想到彼此很甜蜜的画面。到最后婚纱完成了，我胸口的那个戒指也决定把它拿下来，带回去这个礼服，忍住难过，忍住爱，然后决定把所有东西转成祝福。所以最后也讲好久不见，恭喜你这句话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城墙。不勉强，不爱我的我不想。
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恭喜你。